休息时间到，铃声一响，国民党立委直接推倒质询台，不让阁揆苏贞昌上台。拍桌大声抗议，国民党立委全部戴好手套，全力备战，就是因为质疑9月28号立院副院长蔡其昌主持议事不公，因此国民党主张院会无效，更在30号轮班守候议场大门。立院女战神陈玉珍更搬来行军床，直接睡在门口，以一女当官的气势要来阻挡民进党委员突袭，果然有用，民进党立委姗姗来迟，只见国民党不仅早已霸占一场，更祭出了195案的暗海战术。国民党这样乱，让政府空转，连在野的小党都不能行使质询的权利，相信不是人民所乐见。苏贞昌再度说重话，民党团更在一早发布夹击动员，要正面迎战国民党的暗海战术，蓝绿都没打算让步，立法院议事只能持续空转。欢迎新闻叶秉杰、杨植玉台北报道。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，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，我是何荣，每周三周六晚间9点，我在环宇全世界2.0全新出发，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，请锁定环宇新闻台。